父子之间是一堂不断重修的课题。糊涂上是不是输人足生气？我拢已经结婚了呢，阿妈我未输你马囡仔同款。你是我的翁婿，你安尼搞糊涂上一句来一句去，我真正足歹做诶。真诚沟通，修复亲情。感谢你，你双阿祖诶，同我更加济啦。可能是叫我出来较甜。幸福在我家，台湾时间每晚八点。